本个案是透过一位制造课课长的实例，探讨授权争议。前半段是个案部分，后半段为本个案的问题分析和解说部分。个案最后提出几项问题，敬请仔细观赏。是，是的，前天你打电话给我。哦，是。很抱歉，我出差不在公司。哦，我昨天晚上才从关西回来的，哎，真是很对不起啊。吉村俊之45岁，担任制造课课长的职位已经有2年，是从设计课股长升任上来。这样好了，下午我们找个时间，跟我们课里面的后期工程师一起去拜访您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再见。后期工程师，下午有没有事啊？没什么事。那可不可以一起到数据软体开发公司去拜访盛野先生？啊，好。科长，嗯，这是昨天的会议记录，麻烦请你看一下。昨天的会议你去参加了？是。生产计划紧急变更的议题。本课必须达成降低成本10%。交货期缩短10天的目标。高木来一下。啊，高木到外包工厂洽谈针对生产计划紧急变更的配合事宜了。科长，您找高木有什么事情？这份会议记录你看过没有？看过了。这个会议为什么你没有参加呢？我去主持另外一个会议，所以分不开身来。会议记录上这个决议到底怎么回事？您对这个决议事前并不知道吗？知道，我昨天在关西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高木他在事前并没有找我做任何的商量，我以为高木已经请示过科长，在科长认可下才做这个决议的。请示认可？根本没有这回事。这么重大的变更会让我们制造科整个课的生产计划都受到影响的，这么大的问题让高木一个人草率决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可没有授权他做这样的决策，我们这个课的成败还要由我这个课长来承担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今天高木他这么做可是严重的越权行为啊。但是科长，不要说了，等高木回来我再找他谈。